25岁台湾啦啦队乐天女孩成员林湘9号被周刊惊爆，热恋21岁嘅中职乐天桃园队球员马杰森，佢哋拖手约会被直击，仲一齐小心翼翼咁样行后门，翻到去女方嘅香闺过夜。事实上，佢哋2年前拍摄广告结完之后，就喺社交网频繁咁互动，而家恋情被爆出，被认为早就有恋爱迹象，而马杰森嘅身份亦都被起底，佢效力于中职乐天桃园，青棒时期嘅佢，2018年就攞咗高中棒球联赛木棒组最佳十人奖入面嘅三女手奖项，2020年就被中职乐天桃园队选为第一指名球员，落咗新台币480万签约金加入球队，系被外界睇好嘅职棒新星。